龙师傅又在施工了，做这个大楼的拆除作业。好了啦，阿龙。嘿，你有没有把墙壁吃掉？哦，好，没事。上周不知道为什么，一天内有十几个粉丝都丢同一个影片给我，叫我来测试一下我们家两只猫咪的智商。影片的测试内容是这样子的：如果抱着猫咪靠向墙壁，会伸出手阻挡的，就是比较聪明的猫；如果没有任何反应的话，就是比较笨的猫。我们等一下也可以来测试一下这个都市传说，不过小提醒一下，个人是不太建议这样子抱猫啦，毕竟这样子对我们家的肥宅们的腋下压力有点太大了，最好是有一只手抱着肥宅们的屁股，像图片这样子抱可能会比较好。好，那我们就要开始测试我们家两只猫咪的智商吧。不要再咬啦，哎，看不懂你在干嘛。那我们先从豆浆开始吧。走，走走走，快点。好，换阿龙。